对，能将就善待，下人上地面不公。注意看，他可能是九龙嘛，正中间间一只人的左右各四只九龙的那种，你看有的庙都有九龙半母图的，一流盛传那个就叫做九龙半母图，老母娘先天的灵性的母亲，一般的庙也有九只的，那个叫九龙骨，有香炉正下方那边有雕刻九龙。